巴東海灘、卡塔海灘和卡倫海灘被譽為布吉三大最靚的海灘。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卡倫海灘。卡倫海灘是一條又長又直的海灘。黐線的，整個海灘都是水母啊，好多的，被水母咬到呢會麻痹的，好像要點遊啊，四圍都是啊。剛才聽當地人說細水母是不咬人的，有個外國人都是這樣說。現在老公想嘗試捉水母啊，我剛才有摸過的，好像啲硬咗个啫喱咁咯，好惊嘅。其实都，但成个海滩都系啊，全部细细只嘅，同埋呢度好多鱼仔噶。系咪真系唔怕噶？好新鲜噶，你拎啊！我唔拎啊，我唔拎啊！你拎下，我唔拎啊！唔惊啊，你拎下，黐线！你放生佢啦。A few moments later， 哇！好。放佢啦。哇！呢度有隻噶。卡倫海灘附近有很多餐廳的，來到泰國不少的就是喝椰青，椰青很甜啊。今次真的玩轉布吉島啊，一落機就去了布吉比較北邊的地方騎馬啦，跟住昨天就去了最南邊那裡看日落，啱啱咧就去咗最西边嘅卡伦海滩，而家咧就要揸车揸一个钟头多啲啊，去最东边我哋第二间入住嘅酒店啊，都系新开噶，2021年先开幕嘅。我哋住嘅第二间酒店喺海边噶，好靓啊！仲有大概1分钟就到啦，到咗啦，就系呢间酒店啊，同之前嗰间个 feel 好唔同啊！呢间酒店好 high tech 噶，有自己个 apps 啦，你在上面睇到晒所有嘅 promotion 啦、spa 啦、食饭啦，甚至 call 车都系用 apps 噶，好方便啊！好有仪式感啊！佢送咗一串好香嘅花俾我哋啊！哇！好靓啊！我重新开箱呢度。首先呢，忍住我情緒先，佢有個 mini bar 嘅，咁裡面啲嘢都係任食嘅，每日會 refill 嘅，有啲零食啦，有杯麵啦，有水，跟住我哋就睇咗個廳先啦，呢啲公仔咪送俾我哋嘅，有隻墨魚仔啦，跟住有張 sofa 望住海景㗎，係唔係池嚟咧？係啊，呢個係泳池，不過有啲落葉啫，呢個係泳池嚟嘅，係泳池嚟嘅。跟住咧，出邊有個浴缸，對住大海噶。係啊，跳水嚟嘅 ，OK 嘅，即係有消毒。睇埋個廁所先。除了外面的浴缸，廁所還有一個淋浴間的，跟住就哇好靚啊，哇呢間好不同啊，好靚啊，好靚啊，一樣啦，有曬所有嗰啲沐浴啊或者洗手的嘢。咁酒店嘅費用咧，我哋 book 咗2晚，參考價係4960元。哇好正啊，我哋頭先咧喺我哋自己嘅
酒店嗰度咧，聽到對面哦好嘈啊！原來就係呢個泰國嘅 music festival 啊！我哋跟住啲聲音咧，而家就嚟到現場啦。Thank you. หอมอยู่ทางขวามือเดี๋ยวไปดูกันฮะบอกเลยว่าจะได้ทานเดี๋ยวต้องไปพบเขาตามอีเวนต์เท่านั้นแต่ตอนนี้ผมก็成功喺度买咗两兜嘢一个牛而家呢兜我觉得好好食啊呢个炒河因为泰国啲炒河系唔会令你失望嘅系咪啊冇失望过啲炒河全场爆满啊！俾我哋揾到张吉台，就啲嘢咧好好食啊！嗰、那个牛肉牛筋好好食，炒面都系一贯嘅水准，再加埋嗰个鸭肉好正啊！就有鸭仔食。刺激噶，日日都好似玩机动游戏咁啊！嗰边啲灯光真系劲，好劲马力啊！好劲马力啊！哇！Oh, this is... Okay, yeah.